那我这里有5道题，如果你答对3道呢，证明你没有病；如果你答对2道呢，我们可以酌情考虑；如果你1道都没有答对，对不起，你要在这里治疗。好，好，第1道，什么人需要天天上医院呢？病人。错，医生。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结了婚，他们生的婴儿，他的牙齿是黑的呢，还是白的？ 黑色白，啊？哦，对对，白色。错，婴儿还没长牙齿嘛。第3道，老虎为什么要吃生的？为什么？因为它饿了。错，因为它根本就不会啄。第4道，那有一样东西，你家有，我家有，他家有，家家都有，我们可以通过它看透一堵墙。请问这是什么？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。错，是窗户嘛，真够笨的。好了，最后1道，一个要死的人，他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？第1组。错，吐出最后一口气，惨了你。好了，徐医生做完了，没有1道是对的啊。没有1道。这证明你脑子出了问题。哈哈哈哈哈哈。